哎，锁定，发射！别打！我在旁边。我日！爆了！哦 shit！ 幸亏我没有离他太近。我刚才准备等他下船的时候去偷他的，然后你告诉我发射。你现在看我在哪儿？我就在他舱盖旁边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妈的，你吓死我了！我先，我直接开船去那个啥了，我直接开船去 Korea 了。对，你已经在那儿了？我也是在，我在 Alisa 呢。又有人把船开炸了？为什么经常有人？为什么这么久了还有人不知道那个环中间不能钻呢？我上次试了，能钻，能钻的，没问题。就是自由钻过去之后会自动掉一个引擎，哎呦，我也不知道，只会掉一个引擎。哎呦，我看到他那个残骸飘起来了，你看到了吗？在天上飘着呢，他的残骸。我上船了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已经在路上了，我先跟那个海盗玩一把了。你在275？那个 C 坝居然散弹是固定的，我操！他那个散弹还是固定距离的，你要是不打到正好那个距离，他没用的，所以换了吧，我建议。那东西打大船用的。哎，你现在在哪儿？275吗？我也不知道我在哪。我操，弯刀算大船吗？嗯，中型吧，跟自由一个距离。我靠，他打人身上为什么没有击中提示啊？他不是没有击中提示，是你没打中，他必须得。完全在那个距离上面才行，所以你现在在哪儿？我肯定打中了，要不然刚才那个船都爆了。我到那个哪儿了？我到 Korea 了。它打出来是能量炮还是那个？能量炮，那个现在是能量炮。它是贴到那个船身上以后会爆炸的那种小球。哦，我说连盾都没触发，打人打上去就打上去了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已经到 Korea 了，看起来好像没人。对，我在跟弯刀玩耍。你在哪个点？我想去凑个热闹。他要死了。我猜猜啊，你是我现在能过去不？我是说你别过去，我又给你刷出来敌人了。你不能过来，126，我已经快打完了，你过来又刷新敌人了。哎 ，Korea 有人，我打人身上连打都打不中，我明明已经套在环上了，我离那个就200多米啊。哎呦，这哥们儿有创意。动。嘣嘣嘣嘣！悲剧了。刚才有个野马躲在这个地方下面，我把他打爆了。我就说他有创意嘛，他还知道躲在这个地方。我们俩都开85X。你不会真开的85X吧？没有，我已经爆炸了。我被海盗给打爆了。也不是打爆了吧，他给我撞爆了。我现在在 Korea 没有发现其他人，刚才炸了一艘野马。好的，我发现游戏的画面变好了，真的。他是不是又开了什么东西啊？没啊，这几天都没更新吧。哎，他在网上开的，他只要开几个开关就行了。哎，我觉得是不是 Korea 里边可能有人啊？因为那个野马，不过刚才那野马显示的有 ID， 说明里边有人，所以我把它爆了。这说明那个在野马里边的那个货应该是被我炸死了。但是我现在不确定的是，他这个里边有没有其他人？但是。我还是先去搜一圈吧。其实我觉得塔可夫山的明显比这个好玩。最没意思的游戏。我去啊！我把它玩成恐怖游戏了。我第一次才发现，原来从这个角度看 ，Korea 是这么亮。这半边是不是有灯啊？哦，不对，我想起来，我知道为什么这半边这么亮了。这半边是那个 Curly 那个表面反射给它的光。嗯，对，哎，也不对呀，颗粒的这一面是黑的呀。这，哦，我懂了，
这还是你应该想为什么帕塔丽萨这么亮。我明白了，因为是他这一面是这一面没在那个科林的阴影里边，所以恒星能照到的。所以说你在哪儿呢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在275。跳转。你不会真开的850、85X 吧？没有没有，我开的大黄蜂。跳转，跳转，跳转，我没看到这。那还没跳过来。嗯，刚才那个野马的想法不错，刚才那野马的想法不错，不过我巡视了一圈，还是被我找到了。你在哪儿？我还在找肯瑞亚在哪儿呢。别跳到科林去了，哎，算了，无所谓，你跳到哪儿都一样。现在是我现在找不着肯瑞亚了。嗯，肯瑞亚呢？所以这是，所以为什么要开着？我又开着我的豪华跑车出来乱玩。啊，所以找到了。嗯。现在我感觉开加利很好躲别人的追踪，高克不管是人还是 NPC。你来了吗？哦，看到你了。锁定。看到你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刚才那个野马，刚才那个野马就躲在我现在停的这个地方，他把自己放到这儿，他以为别人看不到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他刚才把他自己放到这个平台的正下方。你看到我现在的位置吗？他就在我这个，就我刚才他就在我这地方躲着。你的那个灯好亮啊。他刚才就在这儿躲着，以为我看不到他。你在打什么？乱打一气。哦，你没在上面吧？我准备上来了，别后退。好的，你降落了，那我，哎，我看看我能不能给你降落到同一个平台。可以重合就好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自动降落它能不能给我降到一个地方，但是看样子不行，它自动这个地方不能自动降落，这是大船降的地方。可以啊，你可以强行换到这个点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昨天看普罗米修斯，我想到我学会了他的那个拍的那个镜头转换。你先拍那个星座里面星座框着一个那个恒星，然后拍人的脸，这样子就感觉特别有感觉。但是现在没有行星登陆，所以说我觉得拍什么片根本没什么意思，没什么东西可拍的。我跟着你进去了，咱们俩船就这么大摇大摆放到最前面，妈无所谓了，炸了就炸了。我倒是把 5X 炸了的话有点儿，那 never mind。看这里面有没有。叫他们都来呀！我操，这个服务器到底有没有人都是个问题呢。我刚才这地方有个人被我打爆了，一时半会儿就是反正没人回来了。你在哪儿呢？就没你在哪儿呢？我进来了。哦，我看到你。啊，我在你后面。哎，有人来了，听到船的声音了。哎，我也听到。好，可以可以，刷刷。你我们去哪儿？我们去哪儿躲着？去那 office room 那里面躲着，让我拿个弹药。嗨，你啊，我看到你了。哎，别都躲在一个地方吧，容易被连窝端。那你待到这儿吧，我去，是不是有个任务可以做？对。我好像没有那个任务。我每次都有。哎，这个哎，打开了。哎，轮换。没有，我没有瞄具的，有瞄具的狙，看到了。我没有那个任务，我上三楼了。我上三楼给你当后背了。如果你出事的话，我再下。我建议你别躲在这种小屋子里边，很容易被连窝端的。哦，对了，我在二楼看一楼情况。三楼这地方还有两个点儿，所以我要守着这儿。哎，我在三楼那个
我在三楼那个夹层里边，你知道哪儿吧？就特别特别窄的那地方。哎，你说不是说不支持画中画吗？这狙击枪不是就是画中画？那狙击枪那个镜就随着。我说的是船的 UI。那还是，哎，那还是。我附近脚步声是你吗？不是。为什么？哎，好像看到人了。为什么我没脚步声啊？我听不到脚步声，我要调一下声音。你刚才是不是在走动？琴。哎，我下楼了，别打我。OK。我知道你穿的什么，你穿的是海盗的那个。有可能有人跟我穿一样的。你在哪儿呢？你是在二楼吗？我也在二楼。我在，还在 office room。我在 office room 里。我到 office room 找你一下。我看到你了。我看到你了。还好他这 ID 会迅速提示。我觉得刚才我听到有人的声音了，但是我不确定是你还是别人。有个门开了，有个门开了，好像是不是三楼就是一楼，我听到门开的声音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戒备，肯定是有人来消心了。有人，我听到声音，他准备开门了。行。他就在这个门里边。汇报你的位置，我在那个三号门 ，deck three 三号门。你说 okay, 我要不要把门打开干掉他？但是我不确定他有多少人。不要，引他进来。我就在二楼，还是那个走廊里面。引他进来，趁其不备，攻其不备。哎，我们不是有手雷吗？哎，对啊，对，我没有手雷。我操，门里边没人，这。你是出现幻听了吗？不，有时候我也会出现。刚才确实有脚步声在附近，但可能不是这一层。哦，发现人了。在哪儿？他在瞬移。在我那个 officer room 那个。我操，我被打死了。我操！我尸体怎么飞这么远？就在 officer room 的那个右边。我干掉他了，这就是刚才我杀的那个野马的那个人。我靠！我的那个狙击枪打他好几下，都没死。那个狙击枪不打中头的话，威力不怎么样。我上次打中脚都死了，可能是蓄力蓄的不久吧，蓄力蓄六秒打中脚就死了。行吧，我还是用普通的。我操！我找到第五个瓶子的放的位置，原来第二层还有一个放瓶子的位置。我这个任务是不是失败了？你可能是大概没有失败，只要是他不去黑那个点就不算你失败。但是我现在想说的是你得赶快回来，要不然我自己一个人也够呛。行啊，你把他打死了是吧？行。好，他就是刚才这次我要在外面，我在野马上毙的那个人。你说外面是哪儿？我也开85插过来。你说的外面是哪儿？从外面。我先到外边等你，在里边的话，你一个人不太安全。我先到那个 Korea 的外部等你，等你来了我再说。这中甲防护力还可以啊，就是我最后这位，就是我没看见他开火，等我死了再开。哎，我好像看见他了。看见谁？他也在炮塔里上。
但是他叫 Sympathies 什么，我刚才没看清他的 ID， SY 什么 P 什么 TM 什么来着。我在，哎我操，我在刚、哦、我在刚才你降落那个平台的正上方先躲着，我看看有没有其他人过来。哎，狙击枪现在这个，我操，怎么了？我忘记了这个啥？我在环里爆炸了。哎呀，你又从那个环里边进，给你说了不要没事走那个环。它分飞船的呀，有些飞船能炸，有些飞船炸不了。小船基本上好像都炸。哎，我的八五 X 船在哪、你的船倒是不见了，因为你是不是把船叫回去了？对啊，啊没事儿，我再开，我再开一艘，我想想，开艘星座过去。哎，星座你可能停那儿就被开走了。哦，太好，我开个复仇过去。嗯，开那种没人想要的船。哎，不过刚才那家伙开什么船来的？野马呀。那他估计也把船叫回去了。这外边没船，现在外边没船。估计是他已经叫回去了。我刚才他就是在这地方躲着，我把他干掉了，我把他连人带船干掉了，然后又被他，然后我又把他干掉了。行了行了，我要赶紧过去，因为我觉得他也要赶过去，告你。嗯，我倒是安全没事，没有人会想到，就算有人想到这地方有人，他也不会来找我，因为在这么大一个地方找一个人有点太难了。我现在在外部飘着呢。这个散弹枪我感觉也是不太好用，就是对于延迟比较高的来说。倒是喷到人基本上两下都死了。不过我现在没带它，因为我带了一把狙击枪，我这盔甲只能带两把武器。是不是重甲只有重甲才能带狙击枪？都可以啊，我这中甲也带着的，只不过看是带主武器，他占用哪个主武器的槽了。对了，我的主武器是那个子弹枪。有船过来的声音，不是你？不是你吗？不是我，看来是那个人。不过听着声音还好远，就是滑了，就是从这地方滑过的一下就没了。哦，来了，又就是那个野马，又是他。行，我正好来了，我是复仇干野马，这不是就是那个宣传画上的那个。稍等啊，他这回学聪明了，他开始那个观察周围情况。复仇能打得过野马吗？复仇打野马，复仇那个固定炮不好用，我用不惯。哎，锁定，发射！别打，我在旁边。我日！爆了！哦 shit！ 幸亏我没有离他太近。我刚才准备等他下船的时候去那个去偷他的，然后你告诉我发射，你现在看我在哪儿，我就在他餐盘旁边。哦，看到了看到了。妈的，你吓死我了！我在我眼前爆炸，你他妈吓死我了！我已经录小心！我操，你这进场速度也太快了吧！我这个腿老刺激。你这基本上是屁股贴着就下来了，知道吗？哎呀，我操！我刚才看到你从船里边卡出来了，现在又正常。这个复仇里面的 bug 至今未修复，两年了。哎呀，你好！我操，差点被你坑了。我刚才准备等他下船的时候去摸他的，因为我已经看到他那个盖打开了，然后你说导弹来了。我也录了，这从这里可以看见那个小屋子里有没有人，你看。是啊，本来就可以啊，刚才他就是在这个地方看有没有人的。我们还要进去吗？还是我在外边，你在里边？行啊，你在外面，我在里面吧。好了，他会继续过来的。你确定他死了吗？
还是船，只是他都没下来，他还没来得及下来，你的导弹就把他船炸了，肯定一块死。话说为什么我的导弹直接把他炸了？他还有盾的吧？还是他下船的那一刻？他下船的时候，他船已经是关闭的状态了，就是他已经把发动机关上，已经是在船舱里边站好，准备下来了。因为但是它还是有红外信号，因为它那个船，因为我已经看到它野马那盖儿都打开了，它都已经下来了。所以说它根本就不知道你锁定它，因为它没在那个船里边，它都没有任何提示。我操！不过我说不能接这个任务，我说你这样子也行。我差点就我你要是再晚说一秒。我你就连我一块炸了。你是准备进去的是吗？不是，我是准备就是躲到他那个口旁边，等他下来立刻把他毙掉的，然后你就说发射。啊、我那时候我刚落到他那个平台的角落。那我是挺有美军的做派的。我操你他妈这鸡巴。幸亏导弹这是打固定目标，要不然你要他稍微一动，那导弹估计真把我炸了。日了狗，笑死我！你说这哥们儿还会回来吗？不一定。哎呦我操！你刚才那一下，嗯，哎，哦，我现在终于知道他这个枪是怎么回事了。他那个卡宾枪挂到胸前是用枪托挂的，他枪托上有个钩子可以挂到那个衣服上。那我的卡宾枪怎么是挂在背后的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搞的，我的卡宾枪一直都是挂到前边，他是用那个枪托挂的，所以说你在那个无重力状态下，有的时候你动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只有枪托是跟你的身体连着的，然后其他地方都飘走了。哦，哎，我说起来，我怎么莫名其妙前面多了个这样的准星？呵，我这是我玩出来什么了？我的屏幕上面现在多了一个准星，但是不是那个武器的准星，因为我武器的准星跟它是重叠的，而且这个准星我在第三人称视角是消不掉的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这应该就是我的人面朝的那个方向的那个指示。看到了，来了个弯刀，你才有。他在打你的船。哎呦我操，他在打我的船，日了狗了。啊他。没事儿。那我们就这样子，等他降落降稳以后，我们把他的船偷走，咱们回去，然后就完美了。他所以是谁的船？他炸的是我的船。好了，哦他的也炸，两个人的船都炸掉了。没事，反正正好是个弯刀嘛。但是我觉得可以他要是不降落，好了，他去降落了。走走走走，出发！别，你先在里边待着，我看看他在哪降落。他走了，我操！他好像要走。应该不会，骂他一句 ，pussy。我都没有聊天框，对呀、啊，对，可能大家都看不见。既然我看不见，你看不见，那大家都看不见。会不会因为关了聊天框，所以说服务器帧数才能达到四五十帧那样？有没有这个可能性？没有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我们等另外的船过来。嗯，正在靠近。我开那个开镜观察，正对的十字军星的并没有提船来、哦、来了一个是弯刀，弯刀在那个05，好，我看看能不能我看看能不能伏击到他背面靠近科林那一面。哦好的，我也来了，你先别动，我看看我能不能。我准备，我在这里伏击，我在那个口那里伏击。他已经停下来了，已经熄火了。还有一艘，操你妈！
两艘，两艘，两艘，两个人，两个弯刀。我操！那我们一个，我们是主动攻击还是？嘘嘘嘘！一个零五，一个在另外一边。OK， 第一个下船了。我靠！我看见他了。我在气闸口附近，我去偷袭他，在他背后。好的，干掉一个，干掉一个，是我，是我，我等下一个。好的，这个可能要跑。他听到声音了没？我上他的船了。我进了他的炮塔，他好像带着我跑了。哦，你说另外一艘？对啊，你别打那艘船，我在他炮塔里。行，我刚才点错了。我进了他的船以后，我听到他的船有那个跃迁的声音，好奇怪。音效的 bug 说是正在修复了。我出来了，干掉了，干掉了，驾驶员干掉了。我还能听见你开枪的声音。上船，上船，上船，快点，要不然他们俩把船叫走了，咱们俩又没得回了。我来了，在零，这应该是零三还是零四，零六，零六，啊，我看到你了，你准备上船了吗？走走走，我来开船，好，我来开船。六六六六六，你是怎么穿进来的？我那个门我这边是开着的。哇操，弯刀启动好慢。这就是我最烦弯刀的一个事儿，它启动非常慢。我来了，你上好了吗？坐上去了。你上好了？你上好了，我就飞了。为什么这个船上有签约的声音？我早就越签的。对，我也有这个 bug， 它一直有，所以我刚才进来我还以为它开走了，我还打算等它停下来干掉它。我跟你重合了，我跟你。好了，回家。去哪儿了？回家，回奥雷萨，这样的免得船被叫走了，我们又卡了半路。六六六六六。